我是小根，今天来玩幻想大陆。咦，这有封信，可恶的怪盗团居然把大陆的宝物给盗走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们。先看看身上都有啥。职业选择，弓手剑太慢了，战士我怕疼，枪手太无聊，刺客太累，法师居然是个小姐姐，就喜欢这种丢丢技能就无敌的职业。火球、冰锥、雷电，还送了不少好东西，不错不错，这波血赚。传送门后面有神器，我来了。咦，怎么是商店？难道里面有啥好宝贝？老爷爷，老爷爷，赶紧把你们家最厉害的都拿出来，让我看看。我的天哪，誓约胜利之剑只要五颗星星，对城宝具买了买了。先找个耐咒的沙包，试试这武器和技能的威力吧。这有好多绿绿的史莱姆，正好试试我的魔法攻击、冰锥术、火球术、雷电等等。我的法术怎么都没有了？算了算了，不畏近战的法师不是好法师。还好我有咖喱棒，手感不错，换一个试试。这不是炮车吗？怎么会在这？好像在守护什么，去那边看看。楼梯下面有密室，还有宝箱。可恶，居然又被怪盗团他们抢先一步了，应该还没走远，赶紧追。前面怎么锁住了？这有块石头，看起来需要我找一个开关，会在哪呢？小东西居然把宝箱压住了，快让开快让开，拿上钥匙，芝麻开门。好可爱的灰烬精灵，还有黄黄的小树丛。我怎么着火了？看来这都不是些什么好东西。送客，这糊成一团的是什么啊？棕熊，怎么没有耳朵呢？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正经熊，看我送你上路，手起刀落就咔嚓了它。奇怪，怎么还有那么大只的石巨人呢？打得我手都酸了，还好我人多，就是他砍他，轻轻松松就解决了。没意思，就不能来点更厉害的吗？咦，这荒郊野岭的哪来的房子？肯定有诈。什么，怪盗团已经来过了？可恶啊，又让他给跑了，我一定会抓住他们的。